你这个要在生产前2天停肝素，然后48小时之后一定要生产哦，所以可能剖腹产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哦。肝素要先停掉。先停2天，你不能超过3天，超过3天肝素就没有作用嘛。但是你2天之内它要被血浆、血小板，万一如果说血崩的时候要打的，好。不可以剖腹，可不可可以剖啊，腹产？你一定要剖腹的啊。然后他说，就是快，日子快要近的时候再来，我们再来讨论的。体外他应该要剖腹啊，因为你停肝素之后2天就要生了嘛，所以如果2天生不出来，就是要剖腹，因为要在那个肝素保护期48小时之内生产嘛，这是他的论文啊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好，要生女的下次再说喽。你还要陪他在这里哦。我可能要开个安胎药给你。我觉得你在宫缩的样子，不吼，下次你有这个步数吼，不是找我，不是，要去找产房。对，我的，我